祖传黄豆焖猪蹄，外面绝对买不到的味道。从小吃到大的菜里，这一锅小猪蹄必须排名前三。熟食店里大多都是那种又冷又硬的，比较而言，我觉得自己炖出来的这种会好吃十倍。我用的是压力烹饪机，非常方便，只需要50分钟。没有的朋友也可以炖3个小时代替。在内胆中加入字幕上的调料，其中黄豆要提前泡1个小时。选择牛腩模式，时间一到，按键下去。超级烂糊的猪蹄有没有？端在桌上，好像回到了20年前童年的味道。我知道。